适逢 Elkie 嘅生日，佢喺个人 IG 上传咗同子瑜同埋舒华一齐庆生嘅照片。喺相入边，三人排排坐咁样影相。喺 Elkie 嘅笑容可以睇得出，因为有好朋友一齐过生日，所以非常之幸福。而 Elkie 更加大派福利，上传咗三人搞怪嘅自拍照。见到三大门面集合一齐 ，fans 都大赞佢哋高颜值。虽然 fans 都知道 ET 姊妹感情非常之好，但系见到新成员舒华加入，大家都觉得好新奇。嚟自台湾嘅舒华系 CLC 嘅同门姊妹，今年只系有19岁嘅舒华，2018年以新人怪物 GL 度一员出道，所以一出道就广有知名度。虽然作为团内嘅爱国人，舒华喺唱歌上面未有好多机会展示实力，但系佢嘅高颜值一向讨论度甚高。最近舒华同队友通过出演节目 Queendom， 终于获得超过一分钟嘅 solo 机会。出道年半之后，终于有机会展现佢嘅舞蹈实力，唔少嘅观众都对舒华另眼相看。